过年期间，不少民众都会去庙祠行村拜拜求平安。第三镇的启明宫为着要营销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同时也个信徒在新的一年都会当平安顺遂。庙公在旧历的正月初一这天，准备来举办一场万人吃平安的活动，欢迎全国各地信众到时相招做回来启明宫行村吃平安。志工妈妈分工合作，有的在背冬笋，有的在煮食。为了要宣传农历正月一号的万人吃平安活动，第三镇启明宫特别伫今日召开记者会，恭贺大家吼，也回祝大家，也祝福大家，会当新年过年啊，会当拢幸福美满，合家平安大赚钱安尼吼。啊，所以讲办这平安餐，啊，咱今年的平安餐比例年更加对家，今年气势啊。比去年饭买较济，笋啊买较济。万人吃平安的活动将进入第二年头，那么馆长林明进嘛亲身前来参加，除了感谢社会各界爱心，好活动会当顺利办理，也邀请全国信众正月初一来启明宫吃平安。启明宫啊，每一年吼啊过年初一啦，啊对咱这善心人士的捐款吼啊特别提出来做社会公益吼，过年吼大家记得初一。啊，就来咱启明宫拜拜，吼啊，来遮食竹笋，吼竹笋饭，吼冬笋汤，啊，啉冬笋汤，啊，配番薯，啊，啉好茶。今年启明宫搁增加做用了这个花艺，吼，予人若要欣赏花，万免去到真远。来咱启明宫都真济这个花艺，予大家予做欣赏，哦，也嘛有这冬笋啊饭。来给大家好好的品尝。马蹄笋饭以及冬笋啊汤甲咸鱼片，启明宫特别准备在地特色料理，就是要宣传第三镇的农特产。加上今年冬笋受到气候影响，造成产量减少，价钱提高。不过庙方依照生命之心，嘛将扩大举办活动，好更加侪乡亲伫新的一年，拢会当平安顺遂。咱今年咱这笋啊产量非常的减少，啊价格嘛非常的高吼，啊这个情况之下嘛，甲咱的啊笋农大量的一个采购，和大家来享用咱这啊竹笋大餐，所以伫这嘛非常感谢咱啊庙方的一个用心吼。欢迎大家吼，啊正月初一啊拢会当来德山启明宫啊来食这个平安宴，咱的平安宴的食材都是拢用咱德山在地的竹笋啊甲番薯香菇啊来做这健康的食品。万人吃平安餐的活动将在1月28号才去10点开始，一直到下晡3点为止。启明宫也欢迎民众来庙里行村祈福吃平安。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